大家好，我叫施依琪，我来自中国的广东，因为IMT 是一个很出名的大学，在法国来讲，还有工程师的领域呢，它都是非常之出名的。因为Albi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虽然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但是它空气来讲呢，同埋環境嚟講都係好好。我剛嚟嘅時候法語係完全都唔係好識講，但係呢度嘅人對我都好 nice， 所以佢哋俾咗好多嘅幫忙我，同埋喺French Summer School 其他嘅同學都好幫我。我非常想大家有機會嚟呢間學校度學習，同我一齊，同埋呢度有好多，真係有好多資源，同埋特別喺科學方面，同埋喺師質方面都非常之好。